哎，居然一无所获。耐心点找吧，好歹试试百年妖兽啊。看你害怕的样子。哇，那是戒备，好强烈的妖气啊，就在附近，多加小心。糟糕，对我们很不利，撤。客官，您需要点什么？两斤肉和一壶酒。好嘞，两斤肉和一壶酒。客官，请二楼入座。有劳掌柜了。客官，请上楼。又有人死了。那么大声，找死！这次不一样，是两名活妖师。啊？难道？难道又是妖兽所为？是啊，听说又是在那片枯叶林里。妖兽，枯叶林。这客官，您这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掌柜您。客官，您尽管问，不必客气。枯叶林怎么走？好酒。少主，别忘了我们有任务在身。老牛啊，难得上来一趟，别那么扫兴。不是老夫我愿意说，但这可是关乎三界的平衡。是是是，你说的在理。老牛啊。怎么了少主？进林内。这里就是枯叶林。少主为何来这儿？这里妖气很重啊。好奇呗。老牛，到那边看一下。老牛，这是什么？应该是凡人常说的神符吧。哦，这要怎么用呢？
尝试用意念和灵力催动，如果都没用，就烧成灰泡水喝吧。哈哈，你什么时候也成神棍了？赵主，现在不是贫嘴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任务在身，必须继续赶路啊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咦，那块岩石上好像也有一张，过去看看吧。一样的符，先收起来。奇怪，明明感知到这里有很强的妖气，却为何连一只小妖都看不到？难道是错觉？好了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那我们走吧。咦，少主小心。这是老牛。一个娃和一头牛勉强塞牙缝。百年妖蝎，你看得透我的修为，难道是妖师？想知道，那就要看你的能耐。狂妄的家伙，好大的劲儿！咦，手都麻了，这臭虫真硬。哼，刚好试下这符。起，好像还不错。果然是妖师，少废话，接招。想进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没有用的。踩风踏气，凡人怎么会这些？天雷，这些符居然有这等威力，难怪凡人能与妖兽抗衡。差点忘了，老牛，咦，那只臭虫呢？怎么消失了？可恶，居然给他逃了。还是正事要紧，先把老牛弄醒才行啊。还敢偷袭，遁地，这只臭虫居然有这能力，得想办法才行。先把它引出来。
区区百年妖兽居然如此猖狂。你总算醒了。少主，别玩了，快收拾他。好，都听你的，醒了吧。居然还在挣扎。还不死心。我还在这儿，你这个疯子。不必挣扎了，被老牛盯上的很少能逃脱。你们究竟什么人？牛头虫类都不长眼吗？牛头十大名帅？哦，原来部下认不出也是正常的，他虽为妖兽但也属虫类，昆虫的亡魂都由黄蜂负责，我们各守其职，很少干预。刚才是我一时冒犯，求大人饶我。少主，我明白，不能坏了规矩。谢大人不杀，老夫知错了。规矩虽不能坏，但我有权代劳。糟糕，名门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难道您是阎王？很遗憾，我不是，但他是我家老爷子。您是阎楚，他乃地府的少府主。行了，有什么疑问到地府再问吧。上路吧。不，我不想死，快放开我。哼，阎王要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你到五更？取还。我们出发吧。少主，这妖兽的尸体？放心，自会有人来处理的。哦，如何？魂被抽走了，这种法术消耗很大，凡人没这能耐，只有仙魔还有我们地府的人了。如果是黄蜂，那就没必要让我们来。难道是他们俩？走，回去禀报大人。牛头